快点醒醒。丝头真的好痛啊，这里是哪里？你又是谁？你不用担心我是谁，我知道你那三个朋友在哪里。啊，你真的知道吗？不过等你见到他们的话可就不好说了。没关系的，只要能找到他们三个我就放心了。那好吧，我就告诉你他们在哪里，他们就鬼宅前面的一座山顶上。哦，好的，谢谢了，我现在就去找他们。那个人说的应该就是这座山了。小北、小夏、小林，我来找你们了。啊，什么，他们三个居然变成干尸了，这不可能是他们。小北、小夏、小林，我来找你们了，你们怎么别哭了小妹妹。啊，你是谁？我是山下的老板娘，这三个干尸根本就不是你那三个朋友。那这三个干尸是谁的？这三个干尸其实就是这座山的主人。你是不是在那座鬼宅屋里有个铁门，然后你把里面的蜡烛熄灭，然后头痛，最后被传送到一个女人那里？对，要不先到我的店里喝点果汁，然后我们慢慢聊。好的。来吧，放心，尽管喝。嗯，好好喝呀。其实你就是被那个女人给骗了，那个女人在我们这里是非常坏的，所以大家都远离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未完待续，俺那的三个朋友究竟在那里面？想看下集电乐头像。